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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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繁星断掉而已，在，对我也在。刚子在弄大头贴，吓死人了。嗯，吓到什么？我要替我婆婆报仇。哦，弄到最大的画面。我替我婆婆报仇。我要替我婆婆报仇。忠实粉丝，我们这边都有一个。那个每次一开台就有一个抢安安，嗯，抢安安。你昨天退订团团的订回来哦。你讲这句话根本有讲跟没讲一样，因为真的退订了就不会再来了。啊，地震了。可能就是想说真的，这你地震了。地震了，你那边哦。对啊。刚在病啊，赶快离开啊，还玩电脑。没有啦，我刚是忘记开麦啦。哦，对啊，你地震怎么还在这里？没有晃一下而已，快榜样哎。还以为你跑去地病啊。我去度假村避难，我要去度假村。好，感谢赞助。啊，开起。泽平快进来啊，迟到啦，快。没关系，等下再加进来就好了。嗯，我在找那个。我去拿药吧。可你没有看那个最后要去哪里找那个？我在找啊。上一次我船，你还不知道是他杰瑞还是阿基，不是说有找，就是有大概的方位，但是还不知道到底是哪个。不要被那个 WiFi 打到，就不会飞起来。好像是在海岸边。不要去找会讲话的。他说什么一个毛的右边有个洞，对，一个毛的那边的洞。我记得我有对毛做标记啦，等一下可以去。是我们牵那个毛吗？对，那个毛，那个毛，大毛。我们先到那个中间河流，就是我们不是那个家旁边不是有河流吗？我们找飞机头会有。感谢小鸡点。信号墙。信号墙。哦，我怎么是在？哦，对哦，对哦，我上一次只剩下凉亭了，我都忘记了。哦，卡嘞！对呀，你们不是要盖第四栋房子吗？没有，没有要盖房子，我只要四栋房子。凉亭是我的家，谢谢。亮哦，怎么这么亮啊？对啊，对啊，今天感觉好亮哦。今天怎么了？今天好亮哦，好神奇哦。太光明了。我觉得这样子是不错啦，但是真的，我先洗一下我的刀，怎么这么多红红的东西？杰克，确定？哎，是。你有你在盖那个海上的时候有看到飞机头？飞机头？紧要哦，紧要哦。哎，对了，抓飞机没有捡东西啊？紧要。对，捡东西。你先捡东西啊，我去找一下那个鸡头位。嗯，鸡头，不是包租婆啦？鸡头吗？那个我要替我婆婆报仇那个啦，我要替我儿子报仇。对啊，我电脑不给力，有没有抖内让我换新电脑？等一下，看这个都不能1080哎！等一下，他不抖内，他不抖内钱，他直接抖你一台1070Ti 的显卡的电脑。也可以，那也不错。可是你给我写卡的话，你可要写给我个 CP。没有，他是整台主机全报给你，感谢团团。抖你一台电脑，这么好，我有没有？我也有没有？要干嘛？一人拆一个零件之后是？别笑熊啊！怎么可能？哎，我怎么进不去了？安，进不来。我就连，然后继续，然后就关掉。你是单边直播？对啊，关掉了一边而已，我一边而已。好像把你踢掉。好。目前东西都拿九网九开门进不去。可乐满了。我要在家里做一个那个了。做一个柜子，野人呢？野人呢？来了，我要食物。我先调一下那个。刀子是范围攻击，好棒哦！哦，痛啊痛啊痛！痛啊痛啊痛啊痛！好痛好痛好痛！船附近山洞货柜。好痛好痛！看，等下找。我射到他屁股，好爽！好了，打死。对。弓比较强哦。对啊，我要捡我的剑。可是不想浪费剑士，我还是用刀砍好了。可以捡回来啊，可以捡回来。嗯。而且如果剑士不够，回去那个飞机上就有了。嗯。哦。是吗？哦，跟剑士不一样。对对对。
我是不一样的电池啦，可是来来就不适合、哪里有电池呢、哪里有电池，我记得飞机上我碰到你是，我其实也是看到别的哦，我刚才一直没开麦啊。对啊，对啦，对啦。哦，你说飞机附近是不是？哎，我刚刚一直问你们说要怎么骑武士刀，八七，结果你是不是有瞬间觉得自己手里用舌头舔一舔、啊？舔不到、啊，觉得自己很边缘啊。舔一舔哇，一直讲话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大家跟平常一样，我就没什么，什么跟平常一样，他不发给我们，对吧？我明明就会理你。看一下哦，刚刚说我们上次不是拿到超强化工吗？一下一只，对啊，对啊，嗯，没错，剁脚胶，应该没弄。之后会不会一个人玩、哦？一个人玩就变恐怖游戏了吧？应该不会，真的，一个人玩就真的变恐怖游戏，一个人玩很容易死吧？而且很容易死掉。哇，你可能连沙威玛都杀不死哦！你看他现在这个僵，这不是僵尸，好像讲僵尸，野人的强度都已经强化成这个样子了，很恐怖哎、对啊，其实有一半的原因是我们度假村盖太久了啦。哦，是啦，是没错、哦，跳村就出来了，说你要去找喽，要去找喽，要去救小孩喽。那个小孩不用去找喽，我觉得小孩应该都已经长大了吧？我觉得，其实是去哪了？其实他是野人的首领。然后长胡子，慢慢吼吼吼哦！有人说团团没开台吗？应该有吧？没有退去啊，在退去，团团在退去，他不做实况组了。哦，他不做了，他现在没有卖频道了。卖频道了，哎、欸，你们之前有没有收到这个？真的有人有来跟你讲一大串，最后说你可以把频道给我这件事情，给还是卖？给你，我好，我还他就说什么？都是名哎。欸、你说什么？我只要订阅了好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如果他卖你1亿，你就给他，然后你再重新开个频道，也会比他订阅多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有人要吃食物吗？我已经吃饱了。哦，他妈！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找密码锁嘛？不是那个卡，那个门禁卡。哦哟，哪那么多食物啊？我要去飞机头啦！这边有野人啊。飞机头在哪兒？哦，不是，我要去飞机，飞机残骸啦，讲错了。下下，飞机头印象中应该是。他跑去哪？飞机后面，飞机后面。我知道。救命啊！好基友，好基友。啊！我一箭把他射死了，不小心的。太不小心了。不行，给他们一点尊重啊！那两箭嘛，对不对？尊重，哎、尊重、包容、友善，尊包友。我身上的东西太多了。金鱼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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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鱼猫。现在叫野人比较实物，因为我们不会比较少在吃野人。嗯，我们现在都吃正常人的食物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很正常的吃了。进化了，进化了。只是我觉得你看到我们外观，应该也不会觉得我们很正常啊。外观更像野人，没错啦。你这样越来越像野人。全部都是那个沙威玛的，那个。对啊，这啊，欸、悄悄欸、来看一下飞机上有没有飞机餐。有飞机上有，赶快来拿。好，飞机餐会重补是不是？好猛哦、喔！就是我们只要一重进来一次，它就会补一次。嗯。重开地图，重开地图，它就会补啦。嗯。快点。对，电灯了。嗯。啊，我们不是本来就有电灯吗？嗯，对啊，实体电灯。哦，又有电灯。那你这个方向是？这摆太好色了。不是，不是。我跟哈迪这边，你要进还是出？你不要挡在这里。这个的方向是，我在看背包。我现在站的方向是飞机这里。哦，看到我看到飞机了。嗯。飞机头在哪个位置？咦、欸，等一下就一起出门吧。加了，加了晚上了要先睡一下吗？感觉睡一下好了，不然我觉得晚上太暗了。而且我觉得最难搞的就是一堆尸体里面会有密码卡，谁都看，谁都记不起来那个尸体是在哪里。真的，真的。我打回家。所以我们还是好嘞，白天再来看好了，再来找洞比较好找。啊、你家有哪里要修？房子盖水边，这已经够水边了吧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来看一下大家的房子有没有要修的。我的都在水里了。然后拿着一把锤子，直接睡啊？可以直接睡吗？不行啊，
可以了，可以啊，现在可以了。哦 ，CD 刚好了。好，睡觉，好，等你，睡餐厅哦。我要睡。我应该在那个餐厅上面写个诚实商店，睡一次20块之类的。睡一次20块，还可以住。要诚实商店，不是这叫诚实旅馆，不是诚实旅馆。旅没有胶囊旅馆啊，你们那个很像啊，都睡一点点的路位置而已。胶囊旅馆。睡。小。那我要睡我，我要睡我家的凉亭。哦，还没睡好。那我来团团这边好了。还有谁啊？睡凉亭。三个人。我存了个档，好睡觉了。村长的房子要一多头颅。这里是餐厅呢。我手在抖了，快点。谁？剩一个。剩一个。那我很冷。谁啦？光头是谁？光头是谁？七撇八，我这边是七撇八。哦，有了。我看一下光头。哦，杰瑞哦，该走了。不抓了，没东西。我也没睡起来。睡起来就这么饿啊！来放这个，放这个。哎，我有这个哎，我这个。你有什么？你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又有脚。啊才刚讲完不吃野人的，不吃食野人，就现在吃蔬菜，吃蔬菜。外面莓果长出来了吗？长了，没有在吃了。吃菜哦，吃肉哦。凉亭前面有。还是吃一点肉好了啦。吃肉啦，吃肉比较好啦。对啊，还是吃一点肉啊！他都吃光了，算了，我去吃菜好了。去吃菜。屠宰场旁边有脚胶跟肉可以吃啊。没关系，有鸡啊。吃菜比较好哎，吃菜还可以补水分哎。对啊。不是，旁边不是很多蜥蜴吗？吃完了。干嘛要这样略过？明明就很多。对啊，这腿你可以挑啊，你肯定要吃哪一只腿？蜥蜴也是很好吃啊。见识，你给我烧掉！我烧起来，可是我想要把肉吃完再去酱料吃。啊，好烫哦！好烫，你要吃肉，我要去那个。没了，可以吃。好，调整好了。哎，好恐怖！现在玩这种游戏都会听到心跳声。你隔壁对。哎呀，嗯，没中。好，那要准备走了吗？要准备那个？快捡鱼吗？快捡鱼吗？有成就哎！有啊，你拿那个射箭，没有拿箭矢射，用弓箭去射小鸟。哎，是啊，我那一次是射飞起来的小鸟，得到成就。嗯，有现代弓。水，走了，出发喽！哎，所以天梯头的位置是不一定。哎，木头少了。哎，你们有印象船锚是在哪一个地方吗？船锚是哪一个颜色？哪一个颜色的标？蓝色。我记得好像是要往山坡这边走啊。好，还是绿色啊？绿色那绿色是那个是那个附近的洞吧？应该是往那应该是蓝色，那应该是蓝色好。蓝色吗？我记得要上坡，试试看。对，蓝色这边刚好也要上坡啦，试试看吧。不然就先派团团出去，团团 go。没有啊，你走最前面欸。好，我要先派我出去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我走后面。我顺便沿路收集杆子。嗯。蓝色。我再抓更多杆子。蓝色旗子走吗？对。OK。哦。走。而且走前面会有好处。哎咻。看到不能说的动物，你就可以赶快把它打一打，然后扒皮。哦，我懂啊，要听到听到人大叫哎，那个声音也太恶心了吧？是吧？谁啊？那个野人的叫声怎么都越来越怪了，越来越像僵尸了。嗯，是他们哦，白野人，可是我可以射死一只鸟，可是有一个头带头颅的，他带一个头都不知道干嘛。你这是电灯啊，直接早上不会亮的吗？在后面，在我们后面哦。这个叫声真的有够奇怪。干嘛？哎，我怎么都没遇到？他在找哈记啊。什么？啊，你漏点，漏屁。检举。等下遇到一定要马上狂低头看 B 点。检举。哦，检举哈记漏。